想做的梦染亮了天空，我奔向你的世界，和你眼神都相同。当你心中的彩虹穿行在巅峰，而我就在你身边，心也随着你跳动。千林，唐旭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江城办事儿，正好呢，阿姨让我给你带东西，跟你发微信你都不回我，所以我就自己过来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最近太忙了，都没看手机。没关系，反正我知道你家在哪，直接过来了。上班我送你。啊，好。刘千林，不是说一起上班吗？怎么没等我呀？千林，这个就是你说的你打游戏认识的男朋友？没错。挺好的，真的，太羡慕你们了，还能有时间打游戏。你好，我叫唐信，是岳千林青梅竹马的哥哥。顾寻，岳千灵的男朋友兼领导。领导啊，领导好啊，怪不得能追得上我们家千灵呢，原来是领导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这话就这意思。千林，上班了，车在外面。啊，不用不用了，就不麻烦外人了，我送他就行。我们每天都一起上班。我是外人吗？我记得我们家千林小的时候，每天都缠着我的，然后放学以后不肯回家，在学校门口等着我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还小嘛。对了，千林，其实这一次我来江城呢，是要参加我朋友的婚礼。周末我想请你当我的女伴。参加婚礼就参加婚礼，要什么女伴啊？我们都是中国人，不搞外国人那套。你干嘛啊？嗯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他说话比较直接，不要介意啊。但是我周末可能比较忙，说不定还要加班呢。周末还要加班？嗯。哎，领导，你们什么单位啊？周末怎么还要上班啊？啊，没关系，你不去我也不去了。正好呢，周末那我去医院查一下我的心肌炎。啊，那你不去参加你朋友的婚礼了？不去了呀，到时候我约个医生，然后去复查一下我的心脏，心脏不舒服你知道的。那多不好呀，是好朋友的婚礼，而且周末医院能开门吗？专家周末都不上班的嘛，一般。我有朋友嘛，到时候我就和朋友一起嘛。姓唐的，你推我干嘛呀？我推你。哎，不是，你说什么？人家心肌炎还要看医生，怎么推你啊？是啊，小林，走吧。嗯嗯，你真的没关系吗？真的没关系，到时候我和朋友打电话就行了。哦，好吧。
心肌炎。千玲，给你买的衣服、鞋子一会儿闪送的。我不去参加婚礼，更不能收了。是按照你尺寸定制的，退不了了。要是实在不好意思，就请我吃午饭吧。我们比较忙，中午一般都在公司楼下吃。那就你们楼下吃饭，说好了。哼，岳千玲，你的闪送到了。哇塞，你可真是一个好人哎！啊，好大两个人啊！哇，这件衣服手感不错哎，不便宜哦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看了，正愁着呢。男人送的？嗯。不喜欢的男人？嗯。但我感觉他好像喜欢我。如果你这么觉得的话，那就相信自己的第六感，多半没错。而且你不喜欢这个男人的话，那就别拖泥带水，速战速决。嗯。有道理。那个什么，我今天中午去楼下新开的餐厅吃饭了。你不用等我了啊！哎，速战速决啊！快快快来，来了来了！你们到底想好吃什么没有啊？嗯，没有啊。你想吃啥？轻食吧，要不我觉得那家不错，主要今天打折。我想吃面。嗯，不想吃。哦，那要不还是轻食吧。行，那我们就决定还是轻食，好吧？嗯。王杰。哎，顾总。这么巧。那个岳千玲今天没跟你们一起啊？哦，千玲她下楼吃日料了，她说她约了人。哎，千玲，多吃点这个啊，好，不发胖的。嗯，那个，这些衣服啊，我真的不能要。这个衣服啊，我也真的不能退。那要不多少钱我转给你吧？开玩笑呢，我送你的东西再问你要钱合适吗？哎呀，真的不行、啊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拿着吧啊。那咱放这儿行吗？行吧。哎，哎，千玲啊，呀，这么巧。我本来约了人在这儿，结果临时爽约了。不介意我跟你们一起吃吧？啊，啊，不介意就行啊。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啊，坐。哟，千玲。嗯。你没跟唐先生说，你不喜欢吃这种口味清淡的菜啊？老板，来盘香菜。哎，来了，哎，谢谢。那确实怪我了，千玲，是我不对啊，我应该提前去了解一下你的日常饮食习惯。你不用，没关系，你想了解什么直接问我就行，毕竟我跟千玲每天都在一起。是吗？千玲，我一直想问你啊，你们两个人是之前分手了刚和好吗？啊，因为之前呢，波姆和我说，问你的时候，你还是单身呢。千玲，我呢，是一个你认识了20年，并且陪你长大的一个哥哥的身份，想告诉你，现在这个社会上什么样的人都有啊。你一定要把眼睛给擦亮了，不能被人骗了，因为你不知道别人是图什么的。嗯嗯，记住了啊。好，但我觉得吧，
过去。千灵，应该，啊，别说了。你们20年的感情了，千万不要因为我吵架，是我不好，没有在意外界的看法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行了，当我没说。我呢，只是比较关心我们家千灵而已。我呢，其实明白哥哥的心意，我也其实特别特别羡慕你们这样青梅竹马的感情，不像我，从小就不认识什么女生，更没有什么邻居妹妹，所以也不懂怎么跟女孩子相处。幸好我遇到了千灵，她会包容我。电话我先接一下。啊，慢点啊。这衣服和鞋子是唐先生送的吧？嗯，挺好看的。不过，我不喜欢我女朋友穿别人送的衣服。这样吧，唐先生，多少钱我付给你？不用，那是我送给千灵的，和你没关系。这个钱你一定要收下，要不然你会很难受的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收了钱就知道了。哎呦！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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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你有病吧你？对不起对不起，啊，干嘛呢？我没注意，我没注意。怎么了怎么了？他把这个故意撒在新衣服上。哎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那个我已经把钱转给哥哥了。谁你哥哥呀？他说了，他不是故意的嘛。他是不小心的吗？行了行了，这不要了，咱们不行了，全全不要了，让他自己弄吧。哎呀，不行，这擦不干净，我现在拿去洗，现在就去。哎，你等等，你洗什么呀？你下午有个很重要的会，你忘了？开会哪有哥哥送的衣服重要啊？我现在就去。来来，千灵，你跟我一起。啊，哎，走走走走，你自己去行了。千灵。走远了还装什么呀？我不走快点，我怕你那个哥哥追出来揍我。你这绿茶大法又进步了。只能说棋逢对手，我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。哎，就是可惜了那身新衣。没什么可惜的，我们一会儿一起去开洗店。你还真把你自己当我男朋友了？哦，对了，那衣服的钱我一会儿转。这么快就跟我划清界限了？那要不我晚点，等唐信回老家，把戏彻底演完。走了，回去上班。
不会要爆炸了吧？既然你们物业这么忙，推了几次都修不好，我只好亲自来。您到底能不能修好？出了问题可是很严重的。放心，出了问题我负全责。顾寻，千林，唐信，怎么门也不关，灯也不开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明天要走，所以来给你告个别。怎么？这个好像靠着，里面应该是电线烧了，然后起了过载保护。你呢？别再碰这个东西了，我去物业找人来修一下。嗯，好。对了，男朋友不是住在对面吗？怎么这个时候没人了？真是不巧，他那个出去了。行，那你把家里面所有的插销都拔掉了，我过一会儿回来啊。嗯嗯。死顾寻，需要你的时候不在。监控修好了，希望你们的安保能力也能跟着提升上来。哎呀，一定。您懂这些啊，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，感谢感谢。复查过所有的电源线了，没有发现其他有地方漏电，放心吧。好，谢谢师傅。谢谢师傅。对了，师傅，维修费多少钱？我来给你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和我还客气什么？哎，真的不用师傅，我来我来。行行行，我来我来。别别别，我来我来。亲爱的，我回来了。嗯，那个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刚刚家里的电路都断了。嗯，是我回来晚了，辛苦了，唐先生。嗯，我来吧。哎，好了。我先走了啊！谢谢师傅，辛苦您。是。哎，诺！潘医生，啊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啊！你男朋友这次不是故意的吧？我这次真不是故意的，没事吧？我是没事儿。顾总，谈恋爱呢是要有责任心的，不能因为工作忙而找借口。这次如果我没来，钱林怎么办呀？他在家里可是宝贝，叔叔阿姨知道了会伤心难过的。嗯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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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爸妈没有管那么快。钱林，是我不对，以后我一定24小时守着你。嗯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腻啊？给彼此一些空间 ，OK？ 腻吗？我先走了，钱林啊。唐先生，我送你啊。走。拜拜。行了，不用送了。其实啊，你也不用在我面前装，你和千灵呢，没有那么亲密。我们之间熟不熟，都不需要在外人面前展现。我很喜欢千灵，不会因为任何的外界因素而动摇。我们也会越来越好。倒是唐先生，一把年纪了，当有些成年人该有的分寸，别总拿那些邻居发小当幌子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呢也别婆婆妈妈的，照顾好千灵，要不然我会再回来的。
好走不送。你是？这么晚还出去啊？你这身衣服……哦，便衣侦查。前两天你女朋友不是被人尾随了吗？我在这小区巡逻一下，看看有可疑的人没。辛苦了。啊，那我走了。喂，回来了吗？还演戏啊？我也不。现在正是拼演技的时候。嗯。乖，后天我就回来了。我回来之前你就住我家，防止坏人敲你的门。嗯，好啊，那你一路平安哦，拜拜。还没演完呢。一个人在家，好好吃饭，好好休息。嗯，那你也是要注意身体哦。嗯，别太想我啊。嗯，走了。玩吗？果然是你！我打你！在门口！刘志亮，冷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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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先报警，先报警，先报警，先报警！你踩着我脚了！啊，对不起。哦。你们干嘛把我绑在这儿？抓错人了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哎，你们是怎么抓到他的？他脚上穿的鞋子，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。再加上有天晚上非工作时间在小区里鬼鬼祟祟看着就可疑，所以我就布下陷阱等他上钩。喂，回来了吗？跟踪你的人我又没目了，但想抓他现行你得陪我演一出戏。这个人你认识？办一下停车续费。好的。不是说了吗，正忙着呢，密码都一样，身份证后四位，你帮我弄一下吧。好了，我故意让他听到我家的密码。你好，登记完成，谢谢。嗯，谢谢啊。嗯，
乖，后天我就回来了。我回来之前你就住我家，防止坏人敲你的门。嗯，好啊。你这个思路没错，这种人就是通过观察住户的鞋柜来大致判断屋里住了多少人，在伺机寻找可以下手的目标。怪不得我家鞋架上确实只有我一个人的鞋。哎，独居女性啊，正是他们的目标啊。嗯，所以我那天在你家门口鞋柜发现的异状，应该就是他踩点时留下的痕迹。也有可能是他给自己做的记号，知道哪家可以动手。行啊，小伙子，你这破案速度都快赶上警察了。这下你女朋友不会跟你分手了吧？不过以后还是及时和我们联系，不要擅自行动。还要跟我分手吗？嗯，看你表现吧。阿姨好。哎哎，小顾，你忙吗？妈，闺女啊，你怎么也在啊？妈，你打给顾寻干嘛？你管呢，我找他有事儿。哎，小顾，我今天呢在家打扫卫生，找出了我高中时期的照片，看到了你妈妈。哎，我好想和她唠唠呢，那么多年没见了。阿姨，我把我妈的微信电话都给您发过去啊。孩子太乖了。哎，没有了。行行行，阿姨就不打扰你俩了。哎，妈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妈，不是，你没事把我妈存岳母，不太好吧？你姓岳呀，我不存岳母，存岳父啊，我。哦。你怎么了？受伤了？看你这里都红了，哎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好呀？嗯，好多了。我说你这么大个人了，就不能小心一点吗？啊，这么喜欢帮别人抓贼呀？因为是你啊。是我，我怎么了？我自己也可以的，好吗？我是你男朋友啊。你又想占我便宜了是不是？也心多了吧你。我这脚突然也有点疼，刚才不知道被什么东西踩了一脚。哪只脚？我给你揉。这边这边，你看这边是吧？对对，帮我揉。好，我给你揉。哎哎哎，给你揉。好了。好了，好啦，不疼。嗯，差点忘了。一定要关好门窗。嗯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这人不会是喜欢我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们就只是同事。家人们都在干什么呢？想念家人们那一天。有话请直说。有话请直说。有话请直说。今天晚上带你们见我女朋友，冯如如。喂，行，蒋俊南和冯如啊，他们在一起了。来吧，朋友们，我们喝起来喽！我跟你说啊，这地儿可太难定了，多亏了如如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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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
哎，倩玲，来晚了，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冯如如，你们之前见过啊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上次真人 CS 最厉害的女生，对，小麻花。原来你真人长得这么好看，我是小麦啊，感谢你在游戏里面多次救我。哦，小麦呀、啊，那个，偷偷说一嘴，你比蒋俊能打得好。嗯，到底说什么悄悄话呢？快坐坐坐坐。嗯。哎，我们新人加入了，咱们再喝一个。来来来，为了我们的快乐，干杯！干来吧，来吧。嗯。哎，对了，千灵、嗯，女生最懂拍照了，你看这张照片。蒋俊男真的太讨厌了，好像只有他有女朋友似的。哎，你怎么样？今天要不要我帮你搞定小麻花？嗯，我用得着别人掺和吗？腾个地儿。啊，挺好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们点歌唱曲。好的，小公主。走啊。那个，我要去上个洗手间啊。哦哦哦。哎，你鞋垫怎么脏了？嗯。喝点饮料吧，少喝点酒啊。嗯。不用，我喜欢喝酒。那吃点水果，嗯，我给你拿过来。我不吃了，我想吃这个地瓜干。哦，看着可好吃，尝一尝。不错哎，挺好吃的。唱歌吗？我给你点，想唱什么？嗯，我唱忘了吧，他俩在唱。千灵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我有个东西上次忘记给你了。那咱们玩会儿游戏。好啊，玩什么？哎，千灵，咱一块儿唱，来来来。我不行吧？哎，来嘛来嘛来嘛，一起吧。行，行啊。嗯，好，那我来。怎么唱？我俩唱一个，你用一个。啊，来来来来，唱一个。我喝。十五二十十，你先。哎呦，不玩了。千灵。哎，苏正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刚给我发信息的时候，我正好就在附近，然后我一间一间包厢找过来的。哦，来坐。我们公司员工叫苏正，工作能力挺强的。都在啊。顾总也在。巧啊。好巧、啊，嗯，哎，给你买的防狼喷雾，这个比一般的都要好用。我看看，这款喷头设计有问题，容易误伤自己。你看它的喷头了吗？你怎么知道它不好用？嗯，那个没事儿，苏正，那我先拿着，谢谢你啊。嗯，苏正，来都来了，咱们。玩点游戏吧。行啊，可以啊。玩什么？嗯，哦，玩有没有吧。有没有？我觉得可以。对对对，就玩这个，我们大家一起来。哎，有没有好玩？我也想玩。喝酒就算了，小程序出题公平公正，谁输了谁就照小程序的惩罚照做。来吧朋友们，我一人五条命。来来吧。嗯，我先来。我拿过拳王争霸赛全服第一名，没有的自觉扣一个。哇，顾总也太厉害了吧。确实厉害。哎，这算什么呀？我能吃鱼腥草。鱼腥草是什么呀？你吃过？我也没吃过。那咱一块扣吧。真的假的？嗯，真的。我青少年书法大赛拿过全市一等奖。青少年就拿冠军了？哇，你这个有点厉害，一等奖。还行吧。我身高超过187，我短跑100米，12秒01。我高考数学满分。我会做川菜、粤菜、鲁菜，我能自制小火锅底料。还有东北菜，泰国菜我也会做，你会做什么呀？
哇哇，素正，这个真的厉害。那以后哪个女孩嫁给你，一定很幸福吧？我没谈过恋爱。不是吧，顾总还是母胎单身，看不出来呀。哎，这点我能作证啊，他纯的一塌糊涂。我也没谈过恋爱。你没谈过恋爱，但他连女孩的手都没摸过，你摸过吗？幼儿园的时候碰过。啊，那就哎，没事啊，素正，这就是个游戏，那咱看看什么惩罚。哎，惩罚是给喜欢的人打电话。啊，说你喜欢。哦，我们宿舍好像没喜欢的人吧？那是不是换一个？换一个啊，换一个。我有。谁呀？嗯，哎，他有。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宿正，你有喜欢的人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第一次听说，来，我看看。我手机快没电了。你干嘛？哎呦，你还有最新款，没电了，没电了，没电了，最新款，就是买个电电，你拍一拍一拍，我拍我看看，不是吧？来来，大家看看，我们大家自拍一张吧。哎，对对，真的没电了，摆好姿势，摆好姿势，三二一，耶！没电了。哎，那个我有充。哎，不，这我有，你没有？我去做个充电宝，让开。我有。我回去跟你解释。那咱们今天就这样，撤吧撤吧，挺晚了，差不多差不多，走走走走走，下次见。陈俊南，你应该很开心吧？母胎 solo 脱单吧，肯定得高兴一阵子。冯公主，她怎么样？我说不上来，反正肯定没有你好。无所谓，开心就好。没事没事啊，对，没错，过去了就好。姐姐啊，我现在特别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，毕竟曾经我也经历了。是顾总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之前住你家的时候，在你的衣柜里看到了你画他的画像。陈年往事不提了吧。但我觉得顾总是喜欢你的。我们现在就是同事关系啊，他把我当下属，我把他当领导。那是他隐藏的好，其实他为你做了挺多事情的。上次那个不要再说了，现在我们两边都挺忙的，我也没有时间想这些，只想把工作都做好。我应该学习你，不想那些有的没的。来，敬自己，加油。我打电话给他啊！我
我要打给他啊！我要告诉他，我很难过。我你打什么打？不能这么快就打脸。我跟你说，我知道很难熬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会陪你的心意。我要打。哎，你别理他，我们走走走走。素正，什么时候吃啊？哎呀，等一下嘛。还要等多久啊？人没来嘛，不是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没事。生日快乐啊，素正。谢谢。哇，好可爱的蛋糕啊！那等会儿那个小女孩给你吃。好啊好啊。现在可以开始了吧？可以了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开始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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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一遍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！你不是说今天晚点过来吗？今天是素正生日，就算再忙也要过来吃蛋糕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蛋糕造型取的应该是告白成功率。喝茶，缓一缓。祝你祝你新的一次发大财啊！赚大钱，心想事成。好，学完了。吹蜡烛。千灵，你来签。哦，好啊，我来。岳千灵技术不行，我来吧。你这技术还不如我呢。生日快乐！谢谢顾总。我技术不行，你来吧。好。分蛋糕，分蛋糕。我要去大门啊！来，给我来份蛋糕。好，谢谢。这个给你。好。哎，你这里，这个是我的，赶紧了，谢谢你啊。哦，蛋糕很好吃，生日快乐。哎呀，也谢谢你今天赶过来呢，你都不知道，你能过来我超级开心的。我的身边洒下光点，盛开无数的想念。相遇的瞬间又是熟悉的感觉，记得我吗？在某一天擦肩而过，然后开始想念，像一个人一天惊讶于我的改变，多复杂的考验，简单聊聊天，在你的左边心温暖一点，你靠近我的身边洒下光点，盛开无数的想念，我心跳热烈开始无法控制，想你的一切，你就在我的身边，梦的起点，你早已出现，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。
是想念加倍出现，想你了解我的灵感冒险，想有人海里面心跳很快的蔓延，心在不停沦陷，用我的直觉不管多遥远，你是我世界，你靠近我的身边，洒下光点，盛开无数的想念，我心跳热烈开始无法控制，想你的一切，你就在我的身边，梦的起点，你早已出现，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，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。